嘿，你还在这吃草？你看看你的指甲都成什么样子了？我们去做个美甲 ，Let's go！ 嘻嘻，我们到了。你看，定迪师傅已经在等你了。我们先用大钳子把蹄铁拆下来，用刮刀把外围指甲敲掉，用小刮刀精修一下皮屋，然后用巨型钳子把最后的角质剪下来，用拖刀打磨一下底部跟表面，初步修剪工作就完成啦。有人知道修出这个凹槽是什么作用吗？又来了一批要定蹄的夏尔玛。这样看飓风的蹄铁是不是已经很大了？看一下夏尔玛的蹄铁，我的天哪，简直就是霸王龙前后腿的差距。师傅把刚烧好的蹄铁拿出来定个形状，试一下合不合脚。你是要成仙了吗，宝贝？焦掉了，合脚了，冷却一下就可以穿新鞋子啦。最后把多余的钉子剪掉就好了，刷个护蹄油，我们回家。